这个人啊，那个钝感，后来这个开猫，他的能力变，荒谬，哦，对吧？快点的，你两个小傻逼，他们也逼了逼，逼了逼，那小傻逼，都讲你还没小傻逼，你还没小猪，你逼了逼，你的逼心里面，你干嘛？那个小猪哪家没用心的对了哈？你那么讲，那道理是不是话的？我们当然打好一个是无好人啊，但是伊作无良心的吼，把人出三个啊。我们真正无良心，爱故意做走我，爱做走我。啊，这个人听无，迄就是讲伊是钝，钝人已经开悟，所以讲无食一步超，啊未食千万里。伊是这個小猪已经后壁个必然必然必要必定啊，已经开悟，好一步超。但是呢，这个。等到他一忙，那这个必须必死了啊、哦！所以这两个感动，人生到这个世界，不能讲想，这些东西的良心变成想的定义不是想的定义叫做如何，一不是透过无意，一不是透过语言。所以讲啊，这个小说，大家等到他有透过语言的，用的透过语言，叫做开悟，这个开悟叫做用。开悟顿道，了啦吼，安叫做开悟顿道。暗下个连个比个比个，那怎么忙啊？比什么意思？大家看不了嘞。比个意思，怎么忙啊？比什么意思？所以讲，不急不徐，急的是叫做急掉。原因在哪里？修到上一层急掉。所以咱很多人讲，梦想急掉而不能急掉，所以急是花。为什么难过？这是什么大病？那叫你修什么人？你若执这个病就走出来。所以咱执业有执着，有执迷不悟，好无？要不能执。但是咱今日去想来执，看袂开，能看袂啊？心里执。啊，若我一句较稳的一条，莫讲你我就是安尼。啊，我这想袂成功就是哪？就是感觉，哦。我嘛是好奇了你，你我那我今个做官，你我是你我今个做官，我不会去开那块，都得慢慢工作起来。哦，啊，但是咱嘛知影，没人那里谈那些东西，所以不执外心，就讲外口的一切形象一改造，你唔执着，你也放下。各位姐妹，咱是不是拢用外口的物件，有几份提心的提心心办？咱想问诸位。不是那个物件，咱把咱的代志压起来出外边，咱把咧人的代志压起来，家己话要去死。但是，拢伫外口，甚至咱今日伫外口的物件，咱看袂过，安尼，就甲人，哦，就甲人，哦，出声。所以我先讲话讲，哦，讲清楚必须做，一切外口延起的物件，你拢是见。一切延期的物件，伊拢就是俗。但是咧，各位个，你也错。咱人来到这个世间，就是色声香味触，即外口拢一切外口的物件，即叫平常。但是咱无用平常咧讲你呀。哦，什么叫做色？色就是形形色色嘛。咁是安尼，所以声就是声声嘛。色声香味香味触，你外边上个物件，你讲你了解是死人，你好命。上袂开，所以叫你习惯观看，是啥物物件？因为咱看表象，啊，当作是相。我著看袂开，我著看袂开，我著听袂，我著听袂开。哦，你看袂开，你听袂开，你看袂透，你识袂透，啊，叫做执，叫做执外心。别人想的，想法无好，你有啥物观念？都无观念，一种观念都无，唔可能别别爱相反。我一个是闽南话讲，我讲讲，都先靠啊，啊个行人要安怎，先靠他们安怎了吼。但是这是负面，他不要那平安啊。但一世人，一世人活过，一世人传到大家拢知影哦。所以讲，我这个传吼，比电视台咧传啊还厉害多。好，大家再讲过这个，但是恁今日恁知影，大家个。好，爸爸，他们那是什么观念？他们那平常是那种观念都无哦，但是透过
为了咱这个水中传着喊到关了，咱别人怎么样，啊，你有什么关系？但是你偏偏就看袂过，不就外省看到人袂过，你甲别人的是非起来宣传，啊，你是咩个？所以你才吃鸡婆啦吼，恁才吃鸡婆，是因为人家后面哈，后面哈，所以讲后面哈，因为你今日的心，你只要心无清净，换一个较歹听，你喜欢不管事啦，你太喜欢管闲事了，你少爱管闲事啦。而且呢，阿且没有什么观念，我还讲，你个什么观念？但是你阿且个观念是，阿官方不会喊你到我面前，所以讲不得啦。你看，那时候还讲不进我心，我靠，那是个代志，甚至我靠，你想那是个代志。后面还讲，但无自信，相去见见，这个点赞。好，但无自信哦，相先见见。咱的人生啊，行在过程内底，人咱的心气强是偏见，还是我见，还是执见？有些物件，你讲拢有些。真正我在执见，我呐，你在听我讲，我一定讲起来。啊，去你那听我讲歹，我一定讲起来，一定会讲起来。安尼有听见无？你无真正讲公道话，啊，公道话嘛，你讲袂记时间啦。到插电平安时，所以正电你不正到内底当中是安那是正电头前，正电恁话是哪个？不正到别人个正电，当前呢？这个正电是方便，正电是你破坏，你破坏就正好，我来负责管他们。这正电，我是太高高了，也是手机的难度。因为我有一个时间，我两个人吼两代做工，阿珍就顶个时阵吼，我写到八千多用正电去到头前，伊后边遐七个碳电话三个电源头前，伊就咧问这个问题，可能伊问到咱妈咪是这个问题，是不是安尼吼？咱电源到七个电表，啊无七个三七个电表头前，我哩无明白有这啥好，迄个正电。就是讲，你有健康的目标，有健康的方法，然后伊，伊人吼，我落去，我嘛系感觉动作差不多，我去做一个走路做咩？啊，一个，那是外国个啦，啊，中医啦，啊，细到伊做起，那个肛门啦，但你问中间，伊这中间讲得无足清楚，因为伊咧一听就知讲咧外国啦，伊讲中间。刚是归巢，我就去调回来，对啦。我想，咱的时阵啊，迄个哪，迄个破处，迄个菜铺的中间哦，我那是去，到底头前去，到底是调，头前他倒回来，啊，我讲不，到底头前倒回来，啊，就在灶房那倒去调回来，我那是不倒的，我那是不倒的老弟啊，安尼啊，我因为我不重要干，我想你话。外地人，啊，我嘛是要爱结婚，要过节才对啦。我过不去，我过不去。啊，你听我意思无？我无证件，我无正确的，我无正确目标，我唔过去，伊会行去对去，伊会行拢对不对？啊，就是因为我无证件，我看唔对去。刚才讲的了，你台湾，哦，你台湾，你若无对台湾真正了解，你讲过能过去过？好、哦，那叫做无正见。所以正见就是，可能你行法的内底，你行法的内底当中，你对法有正确的看法无？你有是正，你有正见。所以第二叫做正思维，正思维。到时咧，正思维，第三叫正悟。好、哦，第四叫做咩啊？哦，静音，你讲，就这样。哦，静，是静音哦。当前呢，它只能叫做静静静。当前呢，它只要叫做静音，也是叫做静音，也可以叫做静音。
定定。那前面了哈、哦，所以这个境界，这个的半边性的阿僧道，也就是八正道。八正道，这个是毕竟性命的目标，这个是这个八条线，所以讲做第二个讲，但无主性，相去境界，哦，相去境界。不重要，所以这个境界，你这个境界起来后，你思维有啥？那这个思维，那做法你讲什么呢？思量即变化，思量我那是一个思量，即变化，思量显思，即个显明，思量恶思，即个恶行，这条做法，自性的变化是对一切来讲，所以你思量，你这个思量，思维的是你思量。所以讲，人贵以不讲功，这个书也不重要，哦，叫做经书。所以人的叫做啥？那个书的叫做经什么名啊？经师堂对吧？经师堂嘛，有经师堂嘛。你给他经师，是给他经书，你经书不应该给他。你给他新堂的经，你也应该新。所以你那个讲功，念书为二经。这样就是你不长脸，你不长，你不长。那给你们长，这个思维的原理啊，拿枪，那个思维原理要别地造出来的。哦，你的思维哪原理？你的思维哪原理？你的地造出来，你怎么造？你所造出来的呀，就是随地来骗你呀。哦，你的功法还是造，进步，包括你也在讲，进兵。这边就是讲，咱有诶时阵啊，哦，咱过去，哦，是咧上信佛，先叫到过去到国内啦吼，我遐伊个咧四如同今天啦吼，你拢是这边，哦，所以来讲，尽量，你做个尽量，那这才算尽量，你做尽量，不骗人，不闹人，不怪人，尽心尽。尽量尽量现在把钱搞定，先把工钱，那是得要修一下。啊，我一讲完了，凡无主心，相去尽变。你这这个意料先把钱搞定了，你这两个人把钱这边弄弄偏。所以这个叫做呢，往圣人之道呢，这个必将性命的人，必性命的人必将老归，这个阿僧道。所以你一定要了解。主修按相机境界，那个小方案，那个小方案，你能修到这里两两百吗？我从贵宾修到他这个时阵，我用是三十米啊，我用是四十米啊，我用是五十米啊，你只要心不做好造物，哦，你只要心不做好造物，你只要心在偏差，有你你你拄着破病，你爱在想想要食有啊？你遇到问题，你会想到开窗外面面，你后这边好。八九个，因为你想到这个时阵，你若来检验你这个心后这个变化，安尼是，你开始，因为这个要多啊，因为讲，因为这个念，这个念，念力念力，念念的了，就对不啦？念的了，对不啦？叫你念力，念力，你这心呐，你这念力啊，心，你这心一定能走，天天干。你这念呐，偏差你，那个恶魔的定心，恶魔定心，你爱怎么哩？我这两年爱会讲话，你这心呐，念爱会讲话什么？你念什么？你念讲话，我是最多骗你。你来念说，哦，我今天给你当掉吼，来冲了冲你的心，你怎么样？给你啦。过去是阿婆，你同我听来讲，你事业当中，哦，那个假阿婆，这多数人听到，并且心中想又好，我打给是假寿星，他讲他是假阿婆，你不能一味的在假阿婆，必须不能加变灰，那个地方旧厂吼，旧旧的吼，旧来吼，就把死掉去了，死掉进去，那个乖囝住，那个老拿。
穿着花衣人啊，穿着花衣人，用用的人吼，啊，不是用，不是含一拉才要吃呢，因为吃拉汤面吼，啊，就迄个景点，咱拉头拉客，客客客，咱拉，啊，不是也是拉汤面。啊，妈妈，这款拉汤吼，送两回见，吃了到底，吼吼，真正好朋友，一边好娘啊，差不多，我看，妈妈。我用吃拿来煮的，不用的。我不是在吃拿来煮的。你看，南京街，南京街新五天街，已经是破败了。破败是六道轮回呢，十八地狱呢，你是作恐怖的物件呢。人呢，有来念佛无？因为这个天气啊，所以修道就是爱修修修修掉哪，修掉心理。修炼修炼，所以讲你的心一定要正念，所以心有一个正念的奥秘。无论什么人来问我咧，我哩个死，我嘛无哩个白得。你难道讲，我经过三十年，我经过四十年，我经过五十年，我嘛经过无数代代。为着你今天今日这身体，会一定要吃一袋好吗？你要吃会死吗？啊！若真正食迄无食会死，我肯定要死。哎，咱死是死本嘛，死就解脱嘛。咱来去阿福过去，哦，去两边，那咱叫做食瓜汤啊。阿福爷在讲，我任何要死，我无任何要破坏。但是讲伊种念，迄种念就是啥？迄种念就是坚持，迄种念就是正念。啊，迄个正念了后当中。去思维对人进行培养后，当中遇天灾有路还是不行，没有情况，所以这个那一点还要担心。所以这个境界培养后边的环保，烦恼因得不灵验，就是这些。烦恼绝对来，烦恼就是比如说比如说，就上天嘛，上皇上嘛。他想嘛想要破坏，他想嘛不要讲无妄，他想嘛不要讲无妄，他想嘛不讲，也心疼，也心疼在干做。一年那么，一年我见面的相对当成你的理想，理想哎，你喜欢，啊，我的钱再赚，我钱再以后嘛，就你弄来嘞。所以哪，就心念嘛对，就心念是重要的。所以烦恼就是我今日来见你，要不要吃好乐去了哦？因为我这个心痛。因为你不积累啊，不积化修，因为你相积化修的能量。所以来讲，烦恼因而相不能量，是安怎讲？你去要积累。烦恼因而，这边的烦恼，你不累，是不是这样？你想想这个，烦的是做烦躁嘛，闹的叫头破清净嘛，烦的做烦恼，闹叫头破清净嘛。困困未起，这吃未落去，啊，较伤心过去，啊，困困未起，啊，这就难，是不是啊？过以前不叫想来购买啊，他想嘛想来，所以呢，我们到阴德，先变成阴德，阴德就是啥？来个杂念，哦，杂就是阴，阴德就是阴德嘛。啊，什么叫阴德？就是讲，这个本来是当最中心，但是当最要你干哪啦的哪会热不火？你这个心都参照了，那个心都参照参最学校，反正最当要你干哪了不火，就变成阴德嘛。啊！你这心，你既然上水，你若要干拉一直干拉，然后因为伊的拉水拉尖了后，把那个地壳就往下沉嘛，啊，因为上水的毕竟那深嘛，啊，所以问题是啥？伊是问题是啥？所以讲你修个你这心修一点，所以地壳烦恼地壳小不能叫，因为你有净念，有没有净念？所以正念第一关，所以希望咱今日的修学课来对上，修学课你要坚持你这正念，你的烦恼，我今日行是对路，我做是对路线，我今日已经行过三十年，我一直无行对路，但是你唔通听到人讲一句话，啊，就把你的人生的苗子改变，那安尼呢，想过头多地位，你人生重来，你人生重来。你重来，你人生归零，这实在是我们都搞不透。
人生无从来，啊嘛，四十岁无可能从来二十岁呢，二十岁无可能从来十岁呢，无可能呢。我今年六十三，我无可能从未三十岁呢，无可能呢。所以就一定要，那工厂现在咧行呢，无得退后了呢。所以意义，我人生到这时，我已经做好了决定。那你决定你回来后悔？你不说后悔，心都发生后悔。我今做唔到，我后悔了。我今日你意愿无，我今日的心都达到，我一心就是咧做善事，我哪有后悔？我哪有信心明天改变我的观念？所以这点我们一定要了解。那安尼当中呢，就是变现，这个就是变现，你只要心定心，所以人成功不会。啊，你这人无定心啦，无定心是还无定心。无定性，对你学习都无定性。啊，你心有定性，就叫做定性嘛。所以这定性，咱过去就过下来讲定性，定性。那是老难的，你爱靠定性的有无？嗯。哦，你学习过定性，你是定性的定性，这定，这定叫不动嘛？哎，刚才解释就是安尼嘛。这定叫不动嘛？哦，这定不是不见嘛？哦。啊！那安尼当中，你这个心已经不动啊，不念啊，安尼就叫换一个意思，你看到这个本性了吗？你看到你本来真面目了吗？所以这点我们一定要了解哦。所以以前来讲，这是见性。那安尼当中，你动啊叫见性。第二位来讲，神理性，把这个最大的，为我不足，气来，气来自由。对我不足，当然这点咱厉害啊，做一个解释。对你不足，无法会，先给咱会，先给咱无，好，好，对我爱自由，我，所以你理解了，理解上面来讲，对大，对上环境四面这个上。这个内外，内外，内就是讲咱自心，外就是环境，内就是自心，外就是环境。这个内心，这个内心可以攀岩的环境，安尼讲意思。我这条心可以攀岩的环境，安尼叫内外啊，不足不足足。无自觉，叫做内包自。我今日心，这个自心，咱拿出来讲叫做念。这个外境，咱拿出来讲叫做受。好，所以咱拿出来讲，灵受虎灵俱明，万象皆如。因为这个灵甲受俱明的时候，它是基础标准。袂使有自信的攀岩环境，这种不太容易。所以金光明啊，来讲，连接的梦想，连接的梦想，受接的人想，人想。所以用梦想、人想放在前面，叫做匠心想。后边叫做是想家想。这个以后来讲，叫做思想。少伤心，不思想，不是理。这个梦想就是讲灵，不心；这个音响就是讲受，就是讲环境。安条意思无？嗯。所以梦想、音响、精神是实质上，因为我甲伊伊对应，对应就造成精神状态。因这两个对应，这两个对应，这两个对应就造成精神。这个叫做呢，精神这个的普遍。匠心叫做普遍，叫做梦想、妄想、分别，这叫做梦想普遍。先那个，因为匠心叫做梦想，梦想，哦，那叫做重念重生。因为那个匠心通过想想得多，现在你想得多，有这个梦想跟这个理念的对应，才带上这个。哦，我们当年。是不是呢？那每天在办公室里，我听到那啥怪怪，这个造成电梯，因为我听到一个话，
我听，我去听到伊嘛讲的话，我一句话走出来。嗯。讲到话，我想起我，起码这句话是走起来，这叫做执着，受这上面的执着。执着，我是对的。问他们呀，我讲不回来的吗？我讲不回来的吗？是不是我执着了呢？现在你因为我分别甲执着出来，你后头用另外一条好，我一个看法咧。哎，我一个看法咧，迄执着，或者就是我到当年也下无路，也下阵。我身体到终身想了后分别出来，我就想要欢喜。我当年肯定哦，我天天都要执着，执着，执着，一下无路是为我未来的对象。而且呢？因为我这心已经向过去，所以你这个主心叫做来，哦，我叫做应，来个妙法。所以主心我应明受，我想理想，就想学的，一心将法当一个体现，是妙殊的感觉。但是这两项物件在这当中，我应这应叫做缘起。这是主心，这个显空，看不了意思。所以一定要延续显空，延这个延续，这个延，那延然后弄一年，一年行吗？对不对？弄加延弄起来，啊，现在投资一般一年的开始就办嘛。但是显空，就是讲一年你不是指标，虽然明天你只要听，人钱较少，拢无去。你有咧听，无咧听，拢无要紧。我袂使，因为讲你今仔日人足济，我真欢喜。你无人，我感觉足受气。因为情况，就是因为足亲切的物件。你一年生活了后，因为我足亲切，那只心叫做情况，叫做空性。你我旁边的一切一年的这当中，我心不连连。安怎讲意思？安尼叫做情况，叫做延续，延续情况。如果你一年生活了，当中你若无成功，当中你会走到个重心上来，你会重心的，所以就当中去做。但对重心固定下来，一定不行。但一梦想，就叫你不能重心，因为你有重心上，那是比较小；梦想在重心上，收只上边是标，你不能重心无相重心重的，还是不能三个三个，是什么原因？因为你梦想执着，啊，梦想执着过来，就是我想人想一年，伊我想一他两条人想人想一他两条我想，零起零就是我，数叫做我号，主心就是主我，我境我主心的他两我境了后嘛，走对就形成个成就性，安怎讲清楚？所以今日咱的心当中有主，所以咱讲，如果不主。来去自如，这个内我刚才解释了条了哈。内我不是来去自如，不离金光经二十四文的难讲。伊安怎讲？苏摩地，这是副题，这是副题。苏摩地，这是分讲了。有菩萨心。
光变得给它细分。细分控制好。但如果咱把黑光给它变得细分好，是我的有我是心，中这个为主无主无法，已经破心入灵觉啊，这不能收天。有我是心不主观，这个为重点了。已经破心入灵六八，也都没有讲变就正现。一来讲，不管是我的，是我的呀，是我的呀。有我是心，一即属于我是，我是中。猪这个叫用啊，那你还要盖什么盖什么？蕊花不足，哦，要花上去猪，但是猪这个猪地方呢，这个叫做金，金金条嘞，这个猪条嘞，这个金条嘞，啊，你这人会通，你这金条嘞，这个多金不通，这个金条，金条就是上边，那想讲。这个叫这种病，这种病就是叫做心病。理解的够不够？就是理解当主调的，跟这个调的。所以说我的，不敢说我的，说我的，说我的呀。即使理解菩萨哦，理解菩萨，主菩萨心嘛，理解是菩萨心嘛，主无法，主的这条无法，以心破心，哦，以心破心的讲，我这条，我按这条那个。破心小，但是作者所在，就是讲，你讲破心，你讲下面，但下面还可以举办的啦，还可以想这个，这个五万的，这个三万的，这个五万的，你两个五万的很多超前，啊，你两个五万的很高，对吧？现在我们来高，破心现在你五万高头，你讲很高，破心两个比上万更难，哦，甚至我提五万，你两个拿下来，对，但是。来学会，哎，先让报信号放下。哎，空调，猪，不发，已经报信，变成现在。所以，阴风阴雨的，对我们的细微这样子，这个妙妙妙险，妙险无助，妙平，这个妙平。叫做哪？如如其言，不可思议之言，无出国之标，哦，一如其标，那也是，以对于他化的那指标，他化的指标，所以呢，很多不主小过失，不主小过失，你主小，你主，变成些什么样子呢？变成丢了，有肉。我主相叫做无漏，金光金面的变化，恁看这是啥境界来讲的？我们现在我讲，金光金面的变化讲，是我的用幽灵，用幽灵以三千乃千世界之过七而过心，是因变化灵为道好，是我的人修道世尊。是福的，只有福的性，四个如来说的功德。这个为金刚经的第八分，一分，哦，是金刚的内容。他是我的，是我的呀，或者不是我的，他是我的呀。用了三千乃千世来去过，这意思你听不？有一个大三千，有一个中三千，有一个小三千。那以前这三个电视，它上面的数据。这个杂业业，杂业，那说好的是叫杂业，这个是上网听啊哈。杂业业地球的哪？是七宝，七宝地方哪？阴、阴、酸、碱、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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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啊来，这两行哪玻璃啊是什么？都有杂业业地球的七宝的哦。我的好陌生啊，以前阴阴在过，我都不明白，这杂业业地球。先不连的讲，因不得用少余的笔法去给他较量。他数学量用十一点的一个七八年的过失，是无的啊。这个人过失的功德是会少，我这是不能明说无的啦。是无的，顺着咱不得后边，不能信得信得。啊，
我伫咧讲，毋够钱，那安尼诚侪对啦。但是我来咧讲，是福建，即句话重要，是福建。重要不行，伊咧讲的只是即个福建，毋是咧讲即个福建性。即个福建就是有人，即个叫做无人。所以我甲苏摩地讲，苏摩地甲我讲，伊咧讲是福建，是福建性。伊讲今日个现在看卖，是道如来说的。哦，就是安尼，你如来当讲一个道，是安尼咧。这个道的后壁，它就是下，这不是绝对的道，这叫做相对的道，这叫相对的道，多少多少嘛。但是我们今日这十页，十页了变了，佫有一个较大神秘性的，加加一个叫十页控制了，按这个相对，相对的少。它不是相对的多，哎，侬听我意思，但是这个是，唔是绝对的物件，所以这个是福建，这个福建省四个女人说明福建多，哦，不得你咧讲是咧讲这个频道咧，世界发达，唔是咧讲出世界发达，可以讲，你咧叫什么？若有人修持同生出品，乃至数比点其他人说，以何说理？你讲？确实都有一个人哦，个人有一个人，会当修持独相出家，修，叫做念念心，持叫做意念无妄，独相出家，这个人会当照着金刚经，乃至数字，数字就讲金刚经的话话，为他人说，因为这个叫做啦，这个叫做菩萨，因为伊这个人，伊主动不动他，为他人说动他，这个功德是超啊。这个功德是超过了十亿个地球的一部分。伊福性皮肤啊，用这个福报性会进入迄十亿个地球福报。有这个人修持独相处，乃至数亿的他人说，伊的性会偏十亿个地球。你讲听，听到就无问吼。啊，有影安尼？我道理金刚经里第十四文讲，如来是真义者，是实义者，是如义者，是不空义者，是不异义者，伊无定义。你要相信啊？那是咱上厉害吼。所以伊讲嘛，不自相过心，不自相，不自相，你一住，你一住，这重要。所以咧，用菩萨心住无法住，已经过心。如人入暗，就产生一人入暗色的内底，即不能所见。自发，就自发的布施，我接着我的布施，也叫做菩提心，那嘛叫做世间法。就产生你入面一间，因暗咱入来进咱信佛的第二个法，那嘛反过来发，你们搞点黑暗嘛，那叫做啥？那叫做浅布施。前面过去就是那后边的，因为你无了解，你一定要前面过去。念如是过去，如是，如是过去，如是的念就是过去，念空就当空。你唔是执着过去，你执着过去，念空就当空，那个念是唔拉的好听。所以有这么两句话，做这些不行，他不是执着。你讲啊，我给你。啊！想一个闹，我啊想一个闹啊！啊，我今天唔做功德，唔是这个道理。老姐，你讲是对。因为啥？不主定，不主动，那是真空；不主有，那是真定。无主有，无主动，那是真空。无主就别讲哦，无主主定哦，是这个叫做自作主定哦。没有自作，这那是真空的。无主主定变成空，因为这心有真空。所以金刚经的第四部妙明无住，所以现在来讲这个话，内外不住，足够了，这个介绍出来，无介绍出来，你们就听他插嘴。所以后边，咱大家都讲哦，欲，我都讲哦，这金刚经里边哦，欲菩萨心，他说这个菩萨心不住法，不住
安装调音器，这个不足我就叫已经过身，你若无就叫就是叫了。好，已经过身，如今又不就参加咱这人目睭，伊讲明叫就是一时，那个逃出来，你眼中有血，你了了无眉，你清清楚楚，安尼你想要听啦吼？你看，无主上的过心，主心的过心，主心的过心，这个功夫好。所以今日你学过来做工，咱一定不得先按你大乘法的来控制，一定要根据那不主上的过心，那一定来控制。但这众生不是，因为业障少，因为伊无想，伊做不了。主上的过心就参照你以外来对，应该怎么定位？无自相的报信，就是你希望成为电话非常的方便，安尼尔，报起来较简单啦。你是方便的报信，你是自相的报信，你是不正常的报信，等等，从虚空片嘛，这意外了了方便。所以这点咱来了，因为内外不足，气来自于印度这片，你看不见，来自自由。你今日去无做上过去，就参详你今日有电话来滴生产，来自什么作用的？你叫阿咪去动着刀啊，阿咪去动着椅啊，对下什么物件？什么物件？要开电脑，要创啥物事？方便到来自自由，对不对？那你做上过去，就趁着这个电话关起，啊，你今日无阿咪，你望到伊，你望无路啊？哦，这伊呢，咪看出清楚的，哦。这个内外，内外不足，内不足见，外不足心。那安尼，这个内外拢无执着啊，安尼来去自由。那你呢？你对这个世界，所以因缘结一直到分，这个一相无相分，以为阿弥陀佛的世界。这个世道完，这个世道完，这个阿难，这个阿弥，这个不得离因缘结的一相无相分，阿弥。啊，阿罗汉，伊个叫做四道汉，伊叫做入流，一定入流入性命之中，因伊不入，不入色相相与处啊，一定入性命之中。第二个叫做四道汉，迄叫做一来过，一来天上，一来人间，而且一来天上，一来人间，你袂使执着于一来天上，一来人间，是毋是？我把它清楚。第三个就是阿那含，阿那含叫做不烦恼，嘛未使执着于不烦，是不是安尼？讲啊足清楚，拢叫咱呐，未使执着，未不是第四个那阿那含。哦，阿那含就是无我想、人想、众生想、想、想，伊让咱执着阿那含。所以这点咱一定要了解。所以，那做朋友讲讲啊足清楚，任何透过金刚经一年，我好听。所以来去自由，念住执着，你会当抛弃着你的执，你的行，因一切你会当执。但是你今日去执的内底当中，你要行法门，不离五道，离菩萨，伊就来讲，第一叫做实执，第二叫做实住，第二叫做实住，第三叫做实念，第四叫做实慧了。第五个是地，地界，明白？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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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个无同，无三无。是无？是。无同，无三无，安个意思，即个无同个概念。但是你个实出来，个实名。咱只讲着，念住即边，到这里，爱讲听，信就是做你个相信，忠就是你已经未到天气啊。我之前讲，这个忠内底当中有一个叫做正念忠，有一个叫不念忠，有一个叫邪念忠。能够信出来，这个已经叫做正念、正念、正等去。主，主就是讲主条的
伊那个写文章那个写，伊用铅笔写，哇，视觉东西就中意啊。这个不顶住，这个写文章，这个不顶住的是讲伊做个中意，这个特别多。这文章的是讲，因为伊心中内底当中伊安住啊，安住，伊那个东，所以他照对写天来，这些人跟这些人，那你来注意。零度接近，这个叶拿到一个接，接到零地方，这个拿到这个拿到一个接啦，嗯，接到零地方，像这个叶接到零地方，像这个叶，因为接的是不到嘛，接点不到嘛，所以你那叶呢，哦，来提主流，零度接近，就是讲的你的叶比较接啦。你咧行，行出来行，我听你一定随便来跑这条路。我若是想讲，你地方唔对，你想要倒转来，你唔包完啦。我话你肯定在行比较快。所以你今日你想到一贯到来，你当中你坚持行落去，是啊，你行四十年无变，你行五十年无变，你改观定论你无变，因你今日是习惯了啥物事，你应付即个啦。你也比不起吧？谁那会？你比多用，只会抢几万。为谁那大人你有钱？回到年，回到一些新人你有钱？回到家里你有钱？你再回去就把钱要比我大吧？一年不管你大吧？一年那个你比不信心？你心那动摇，所以你现在过程你肯定听不到。零度接近的时候，你今日离高雄一个台北，离半路你坐地铁，坐地铁的车先啦。因为地铁要接平，你知影我的目标在哪？因为我目标在哪？你离半路的车，咱骑骑多少时？先啦讲，因为咱就是要接平，唔接咁少啊。哦，啊难钓，我平时都接平。啊难钓，我再来行。所以走走停停，停停走走。喜欢都因为这个有有电力，所以我从地方说明是啊，这个行到这个物件，行到这个内容，把空间为相对，你来让进入超电方向，你离上是多少电方向，那到什么方向？所以这个，伊讲啊，既然所有零度进行，按条意思哦，这个是固定行的，贵行的来对立面的方向嘛，对了零度进行，好，从更多啊。无犯，通达无犯，就是讲包方面就对了。古代他们那不叫包方面啦，一个特调的安尼对了。那个是嘛？是一个特调的，因为你今日心有哪有执，你有执，有执的底当中一定干，一定干。安那这执就是什么毛病？干就是不向前。一定要做白点，所以通达特别无碍，通达特别叫白点，所以平衡的话，你出的，你讲，那个啊，伊外公是外公，哦，一段话就讲，到什么物件，我发，伊爱写啊，什么都无碍，这里平衡还是不能忘掉的，所以伊这句话特别感动。你的希望来对方向，你相信你还可能好，你别过一千年把你打倒，一年那个，因为你连不接片啊，你连接接了部分，你绝对未去哦，你未去接掉，所以你一定要把我杀了，哦，这是第一问题，所以这个瑞通达无碍，连出连修出言，依法皆经本无差别，你来当安尼行。你含咧是有定，因为那个你个你个那个是有定位咧行路，发展的发展根本是定位嘛，发展的定位嘛。那我想讲，六道里边第一道叫做哪？惑心嘛。第二道叫做哪？智慧嘛。第三道叫做哪？忍辱。第四道咧，忍辱嘛。第五道咧，禅定嘛。第六道咧，地位嘛。灵修出现，伊发这个本无差别，伊来发这个第六道嘛，啊第六道就是从哪？就是观想那个看路嘛，
所以一定这条路面顶，你有定，因为你真足济人，哦，想很多，因为无智慧，用智慧咧看，我就想讲，四流当中一堆，骗财骗色一堆，网络里头开的足济，足济啊，佛教的，哦，那么讲佛教，我相信信众无啦。哇，这是人的问题，不是佛的问题，人的问题。但是归根到底，那也惊死人。你就发现，看十几年，所以你若有资格查了，你就知影。